好哟，今天很高兴我们今天来到旧金山，站在我旁边这个呢是我们 Cross Bay 的在新加州这边的 License Broker Eric 张。 Hello， 你好。Eric 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所在位置啊，爬Auto 这个区域是个什么样的区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它在就是旧金山整个一个地理环境跟相对的一个住宅环境吗？Palo Alto 在这边算是相对高级的住宅区。那它主要的，我们可以往前走几个因素，因为这边一个是就是全球的那个叫什么新创产业，还有再来就是教育，这里有那个 Stanford。 哦，在旁边 Stanford。 对，我们这边到 Stanford 大概多哦，从这边出发的话大概15分钟开车就到了。哦，15分钟开车，好。然后旁边还有，然后旁边还有 Facebook。它的 headquarter 全球的 headquarter， 对，就在 Palo Alto 这边。对，然后还有非常多的 startup， 还有他们的 angel fund VC 都在这边。听说 Steve Jobs 也住在附近吗？他的原本的 house。 对，他的地方叫做 Esterton。 就在旁边。对对对。好，那我们所以这边这个区域算是很好的住宅区，算是最顶级的区了。最顶级的住，如果以 house 的区域来讲，算是house 应该来说以非豪宅区，就是不是那种占地很大，然后房子很大的。以非豪宅区的话，它算是最顶级的区了。那主要就是，这边的话上班方便，然后有非常强的demand。对。那如果硬要哦，硬要以那个台北硬要哦，以台北市来形容的话，你会想要把它形容成它的地位大概像信义计划区，还是我觉得像是信义计划区？还像大直，还是像大安区？应该算是新一计划区。Really？ 哦，好，好，就它的代表性跟它那个居住在这附近人的那个 quality 的一个。Okay， 没错。那是什么？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千金买房，万金买邻，是这样吗？好像是类似。好，那我们一起跟。好，那我们现在就跟 Eric 张一起，就是走进来这个在巴哈阿托的豪宅，来进来一起看一下吧。像这样的一个房子啊，他们的这个土地的面积跟建筑面积的 size 是怎么样？这些地算是蛮大的，大概6900尺。然后它6900尺，就是它所谓的尺，就是 square feet。square feet 算起来的话，除以35.58，大概是将近200平的土地。然后它的房子建物有1700多尺。1700多尺哦，那这样算下的话，差不多是50平左右，差不多是50平。嗯哼，它50平，可是它是应该有比较那个，因为它整体看起来其实蛮大的。对，因为它等于就是让它变得开放，开阔的空间。哦，所以它做了蛮多那个玻璃的 open kitchen， 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居住环境。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叫什么厨房都是全部的重新 remodel， 全部装潢。真的耶，它全部都是重新装，然后做一个开阔的厨房，让你室内空间更大一点。明白。那像这样的话，这边它这样在这边的那个售价是怎么？大概 range 是多少？开价大概是250万。250万美金，250万简单乘以30，大概算7500万台币了。然后这边的市场现在还是就是，如果7500，你帮我算7500万，你除以50，这样多少？150万哦，那其实这样如果以建平，50平来，我硬是不算土地的话，以建平50平实际使用的话，那这样它一平大概也差不多150万，而且是实际使用。所以如果你实际上如果以台湾的方式算个公设什么挖沟，你大概算120万。其实如果以使用面积，住宅使用面积跟台北大安区的新房子也差不多，对，差不多。而且这个是零公设。对，因为这是自己的土地，对，所以全部都是你的。对，花园也是自己的。花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主人房。哎呦，主卧室。对。而一样的，它为了保有它原本建筑物的味道，所以它没有做太多的改建。那它想办法就是让居住空间极大化。对，那然后有一个落地窗可以看到。刚才客厅跟这个开放式厨房以外，它后面这边有一个算起居室吧？叫 family room。哦， family room， OK。对，就是在美国这边，他们如果是比较好一点的房子，他们都会有一个 living room 客厅，然后还有一个 family room 算是家庭的房子。哦，比较 private 一点的。对，比较 private 一点的地方。是。然后它两边的 size 都是非常的好。对。然后它有落地窗。它外面呢，我们可以去外面看一下。好啊。他把他的那个花园什么的 decor 的蛮美的，真的很认真哎。他这花园算
直栽算相对很认真的吧、嗯、你看素颜，所以这个 patio 的话，就是让大家平常就可以在周末可以在家里，因为他们很喜欢那个嘛，烘趴跟那个 barbecue， 烤肉啊 barbecue， 对，